现在在 Missouri 州的中西部，在54号路上向西走，去还有16迈到40号 I-40， 然后我们在 I-40 上向北走，去 Kansas City， 堪萨斯城。很多这种搓板路，下上下上，或者上下上下。这条路54是65迈的限速，哇，很快。
这条线都有那个压出来的像车板一样的那种格格，一压在上边就想提醒你的注意了，要过线了或者出去了。这次的西边，从南向北到堪萨斯城。我们说的堪萨斯城是密苏里的堪萨斯城，堪萨斯州还有一个堪萨斯城在河对面，在密苏里的河对面。州的堪萨斯城，一般说的就是这个堪萨斯城。相对于堪萨斯州的堪萨斯城，它大一点，密苏里这个堪萨斯大一点。先录在这儿。